选择我们的角色头像，再点击此处放置我们的角色。该死，到时间反正还早，看看有什么可以搜刮的东西。那是什么？继续前往探索。门。这卖不了多少钱。武器倒是可以升级装备。有时候看上去很空的房子也需要仔细搜查一遍，说不定就藏在不起眼的地方。这把钥匙和上锁，找到钥匙之后只要走到上锁门的附近，门就会自动打开。这应该就是弗雷亚的笔记了。我必须马上原路返回。伊森还在等我。你怎么这么……弗雷亚的都……他们在高速入口等我们，我们还要走一段距离。该死的警！我们守住了。你听，嘿嘿，你知道。我知道自己犯了个大错，这是我们的主电机建造案，尽可能多的建，我们可以通过移动建筑。训练营是我们经常来的地方，选择需要训练士兵，需要花费一些城内的物资。你可能还不。点击主线任务按钮，再点击当前。这是我们的车队，你需要先选择。注意士兵所占的人口，这决定了。和
室内战斗一样。好的，我们需要先部署英雄和士兵。伙计们，下班了。户外攻城战时，英雄可以使用自己的技能。城墙在被摧毁之前，我们简直就是在被摧毁。使用战场技能摧毁掠夺和室内不同，攻城我现在就动身。引导弹技能停摆。好的，马上执行。现在就动身。走，我们先出城。如果在大地图中找不到自己想要的目标，可以在此处搜索。现在就动身，希望一切顺利吧。现在建造一个农场来提升人口，升级主基地可以解锁个士兵，会根据品质占有相应的人口。通过刚才的战斗，我们获得了一些资源，现在我们升级主基地。我们的城需要枪碎，有多少人？至少有注意我。建筑的碎片怎么获得呢？我们没办法。等一等。抱歉了。嘿，连这里发生啊，凯特，真的是为什么你还是为什么你还